哼，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这么爱花？女生通常都是很爱花的。哎，谢谢你提醒我，她是个女的哦。那个男人，又厉害又啊，你厉害吗？怎么了？不打不相识啊，留下坏印象总比没有留下印象好嘛。脑残呢？你什么是脑残？脑残就是笨蛋乘以十倍。